你想要种出这么漂亮的小白菜吗？你可以跟着我这样做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看以下的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艾迪先生。夏天到了，我们在种菜的时候，往往因为有很多害虫，所以啊，必须要做蝗虫网。那我今天为各位介绍这个蝗虫网啊，是1.5公分乘1.5公分乘以105公分啊，长宽高都是1.5公分的立方体。啊，它的这个网子哈、啊、是特别定制款的，就是高品质的啊，加厚加强的网子。然后它的水管是用12mm的水管，啊，所以你必须在四周用12mm的立体三通，啊，那还有这个蝗虫网的夹子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这个立体三通，啊，一根往下，然后这个夹子，啊，每一个立面哈、啊、就要有两个，啊，所以蝗虫网夹有8个。啊，那这个12mm的水管有8支，立体三通啊有4个，啊，当然蝗虫网是一个啦。啊，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在使用上哈、啊，你可以把它插到土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那四周的话，如果风大的时候啊，可以用砖头啊把它压住，防止它飞起来。啊，再来就是说，因为它这个体积蛮大的哈，所以你在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，这四周啊，最好用这个铁丝哈拉个固定比较好，以免被风啊吹翻了。啊，那目前这整组的话是做成一个套件，啊，这个是蝗虫网的组件这样子。